乜你仲相信呢个世界上有正义同埋公理嘅咩？信，但信唔够噶，冇人执行，有咩公义啊？佢系杀人犯，听朝就要处决。即刻放人，佢系当今曹英将军嘅公子曹少帅。如果佢死咗，你哋呢个城一定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你今日呢个决定唔怕连累到全家人冇命咩？怕，就因为怕先至要面对，唔可以退缩。冇得斗噶，斗唔过噶。你真系唔走，明知自己会输。走咩？系人都要死噶啦，但系我哋死得有价值。